天会看到的是你唯一的一部古装武打片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是唯一的一部《笑傲江湖》。嗯，不想喝一杯吗？哼，有好酒，干嘛不喝？武打的这些动作，你当时适应吗？不是那么难，是因为我妈妈是搞武打的，从小可能有这些训练。难的是神韵，就只要这张照片，我也很这种侠女的感觉，他的眼神。哎，这也是你唯一一次跟李亚鹏合作吧？是的，他当时他演得很好，只是后来观众不太接受。那我想是每个人心目中的金庸都是不一样的。亚鹏进组很努力。今天都是和我烂了是什么要挂威亚要怎么样每天都倒挂，因为他林鸿生的那个武打的东西很难，但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，每天他睡得最少，他练得最多。那么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和肯定又那么少，其实从合作的角度来说我会很心疼。你会有点替他鸣不平？对，是因为他很努力。我得跟你求证点事情。听说你在拍《笑傲江湖》的时候特别顽皮，经常在片场跟导演搞恶作剧。恶作剧是那段时间我喜欢玩一些恶作剧的一些小工具，什么一个什么鬼脸啦，然后一个什么烟炮啦，然后一个什么蟑螂啦，就那段时间就带来无尽的快乐。但是我也做过很就自己很头疼的事情，就把人这个刷晕过去。真的，所以当时你说这个的时候，在这部戏的时候我已经很乖了，就是说会问一下。上周五有心脏病吗？没有，还是在赶着带上。是那跟说我问了房导，房导你心脏没问题吧？他没问题。好，然后还是远远的带着那个。房导你好，房导好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件事我就在想，许晴还是一个，就是说还是有很顽皮的那一面。像你的这个男孩子气，我觉得还有另外一部作品也可以特别好。